最近我们怪兽基地啊，老是被奥特曼偷袭。今天我要变成奥特曼的模样，潜入他们的部队。我要看看他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我们。我要变成奥特曼的模样，模仿魔法变，看我是不是很像呀？我要潜入他们的阵地喽！奥特曼，奥特曼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！还有我呢？还有我，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！今天大家都集合好了，那就开始报数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不对呀，我记得我们部队好像只有三个人，怎么有四个人呢？哎呀，老大，你可能是记错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是谁呀？你是我们奥特曼战队的里面人吗？我是呀。我也是奥特曼，可是我记得我的奥特曼战队里面没有你啊。兄弟兄弟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是啊是啊，我也没见过这个人，是我也没看见过。难道你是其他奥特曼战队的人吗？诶，也不会呀，怎么会跑到我们战队来呢？哦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你是怪兽。不是怪兽。我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怪兽呢。这怎么办呢？诶，有了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是不是怪兽呢？要是的话就发送小红心，要是不是的话就发送666告诉我哟。兄弟兄弟，我肚子好饿呀。大哥大哥，我的肚子也好饿呀，我们快一个月没吃上东西了。大哥，要不我去找点东西吃吧。好好好，那你赶快去吧。哇，这里有这么多蔬菜，要不我就在这里拿点蔬菜回去煮煮也能吃，这样也能填饱肚子呀。哎，怪兽怪兽，你快住手，你怎么能偷我们家的蔬菜呀？原来是猪妈妈呀，拿你们一点蔬菜怎么啦？如果你不让我拿，就用魔法把你封印起来，看你怎么还阻止我们拿蔬菜了。咻，怪兽，你又在这儿做什么坏事呀？奥特曼，我没做坏事，我只是看这些蔬菜长得多漂亮呀。奥特曼他在撒谎，他不是在看蔬菜，他没经过我的同意就要拿走我的蔬菜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猪妈妈你放心，让我来教训教训这个怪兽吧。看我的奥特曼光波发射 biu biu。 哎呀，奥特曼别打了，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，你就相信我，饶了我吧。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应不应该相信怪兽说的话呢？如果应该相信就发送数字666，如果不应该相信就发送数字888吧。看，我今天在超市买了很多棒棒糖，最近娃子们表现得非常好，今天我要给他们发零食吃。娃子们，娃子们，快出来，看爷爷给你们买了什么好吃的。爷爷爷爷，我来了。爷爷爷爷，我也来了。哇，爷爷，你给我们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呀。对呀对呀，你们想不想吃呀？我想吃我想吃，我也想吃。你们想吃呀，不过爷爷要先检查检查你们的牙齿，如果你们的牙齿健康的话，爷爷就把这些好吃的棒棒糖都分给你们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爷爷，那我现在就给你检查吧。啊，爷爷，你看我大娃的牙齿多健康呀。大娃的牙齿又白又健康，现在爷爷就给你发好吃的棒棒糖吧，给你一个。爷爷爷爷，那我现在就给你检查吧。二娃，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呀？你是不是吃完东西都不刷牙呀？这一次爷爷不能给你发棒棒糖了，等你把牙齿刷得白白的，爷爷就把这些好吃的都给你。爷爷爷爷，你可不可以先给我呀？我保证明天就把牙齿刷得白白的。不行，你必须要先把牙齿刷白了，爷爷才能把这些棒棒糖都给你。那好吧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要学二娃，一定要做一个爱刷牙的好孩子。姐姐你太厉害了，这次考试又考100分，而我这次只考了96分。妹妹你也很厉害呢，你再努力一下，下次就能考100分了。但是这次的奖励应该就是你的了，你也考得不错，你也会有奖励的。那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两个姐姐都考得那么好，我只考了10分，回去大姐姐也肯定会说我的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我在前面加一个一，不就是110分吗？这样我就比他们两个都高了，那最大的奖励不就是我的了吗？我真是太聪明了，我要回家领奖励去喽。大姐姐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回来了呀，今天读书辛苦吗？不辛苦不辛苦。姐姐你看我这次又考了100分。天哪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太厉害了，又考了100分。姐姐我这次没考好，我只考了96分，但是下次我一定会努力考100分的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现在呢，我就要给你们发奖励了，给你两个金币巧克力。你这次呢考了96分，我就给你一个金币巧克力吧。姐姐姐姐不对呀，你看我考了110分，这些奖励都应该是我的。110分，总分不是100分吗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反正我就考了110分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姐姐满分就是100分，他在骗人。姐姐对不起，我不该为了奖励而擅自修改分数的，我知道错了。姐姐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呢？这次小芭比私自修改分数是错误的，你不能这样干。原不原谅你呢？姐姐就考虑考虑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小芭比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们觉得我该不该原谅他呢？评论告诉我吧。看我的魔法魔法病，哈哈，哪吒，你终于被我的黑魔法封印起来了，这下我看谁能救你。蝎子精，你快放了我。哪吒，想让我放了你那是不可能的，好不容易用魔法把你封印住了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了你。蝎子精快放了我，不然我的敖丙兄弟来了就饶不了你。哪吒，求救是没有用的，就算你的兄弟敖丙来了也没有用，我的黑魔法可不是那么容易解除的，除非有99颗小红心，你就好好的在这儿待着吧。蝎子精哥哥，蝎子精哥哥，我刚路过的时候碰到蛇精姐姐，她被葫芦娃打伤了，你快去救救她吧。什么？蛇精受伤了？那我赶紧去救他。乔治，那你帮我看着哪吒，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好的，蝎子精哥哥，你就放心吧。哪吒哥哥，其实我是来救你的，蝎子精被我骗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遇到蛇精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可是乔治，我中了蝎子精的魔法走不了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？对了，乔治，我刚听蝎子精说需要99颗小红心才能解除魔法，可是我没有这么多小红心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对了，我知道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救救哪吒哥哥呀？拜托你们了。
哪吒、葫芦娃，我敖丙今天要来考考你们，看看你们谁是最聪明的人。敖丙，你要怎样考我们呢？我觉得我是最聪明的，你呀就不用考了。哪吒，谁说你是最聪明的人呀？我觉得我比你聪明多了，我葫芦娃才最聪明的。好啦好啦，你们不要吵了，要不然你们两个来比赛画棒棒糖，怎么样？谁画的棒棒糖最好看，谁就是最聪明的人。好呀好呀，没问题，画棒棒糖这么简单，我哪吒可是最会画画的呢。那就让我先来画吧，那我就画我最爱吃的冰淇淋棒棒糖吧。先画一个长方形，再一竖，再一竖，点点点点点，再画一个棒子。好啦，我的冰淇淋棒棒糖画好啦，那接下来我来画吧。那我就画我最爱吃的玉米棒棒糖吧，先画一个玉米形状，再画一根棍子。好啦，我的玉米棒棒糖也画好啦。敖丙，我们都画完了，你赶快看看我们谁画的好吧。那好吧，我来看看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画得不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有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画的最好看呀？如果哪吒画的好的就发送数字222，如果觉得葫芦娃画的好的就发送数字666吧。啦啦啦啦啦，哎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小动物呀？小动物小动物，你们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都在这儿呢？乔治乔治，我们刚刚出来玩，现在找不到自己家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呀？没问题呀，那我就来帮帮你们吧。我先来看看袋鼠，袋鼠的家在哪呢？袋鼠的家在这儿呢。哇，我回来了，谢谢你乔治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接下来就找小狮子，小狮子的家在哪呢？在这儿呢。好啦，小狮子的家找到了。接下来就找小老虎，小老虎的家呀在这儿。接下来就是长颈鹿，长颈鹿的家呀在这儿呢。接下来就是斑马，斑马的家在这儿。然后就是小猴子，小猴子的家在这儿呢。然后就是犀牛，犀牛的家在这儿。然后呀就是大象，还有青蛙，这呀河马的家，然后还有小鹿，小鹿的家在这儿呢。哇，乔治乔治，真是谢谢你啦，谢谢你送我们回家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只要你们回家就好啦，我就放心啊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小动物他们都回到自己家了，你们看我放的是正确的吗？要是正确的话就点你小红心告诉我。好困呀好困呀，我要赶紧睡一会儿，睡醒了好舒服呀。哎，我这里怎么突然有这么多小宝宝呀？这些都是谁呀？他们的妈妈也太不负责了吧，连孩子都不知道扔哪儿了。要是等会儿有坏人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还是在这里陪着吧，等他们的妈妈来吧。孩子孩子，你在哪里呢？在干嘛呢？大鲨鱼，我的孩子不见了，孩子不见了，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的孩子呢？我看看，有有有，我的孩子跟我是一样的颜色。你看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，你孩子都看不了，以后可得把孩子看住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大鲨鱼，我得赶紧回家给孩子做好吃的了。我的孩子去哪里了呀？孩子你在哪里呀？孩子，大鲨鱼，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？你的孩子呀，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的孩子呀？有有有，谢谢你大鲨鱼，不客气的，以后你可得看好你的孩子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大鲨鱼。大鲨鱼叔叔，为什么我的妈妈还不来接我呀？我也好想回家呀。孩子你别急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你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。孩子你在这里呀？诶，大鲨鱼，你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。妈妈你误会大鲨鱼叔叔了，他在这里陪着我等你呢。原来是这样呀，真是对不起了大鲨鱼，谢谢你在这里陪着我的孩子等着我来。没关系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哦，不然你的孩子就会被坏人给带走的。我知道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可以发出小红心，帮我感谢一下大鲨鱼叔叔呢？哎呀，我去给我的大孙子买点好吃的去喽。哎呦哎呦，不好啦，有奥特曼在追我呢，快跑快跑。哎呀，我这是把谁给撞倒了呀？哎呀，不管了不管了，还是赶紧跑赶紧跑吧。哎呦哎呦，我的腰呀。老爷爷老爷爷，你怎么了呀？别着急啊，来来来，我把你扶起来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爷爷的腰好疼呀。爷爷爷爷，你咋摔到地上了呢？这地上啥都没有呀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呀，刚刚一阵风就把我给吹倒了。不会吧，老爷爷，是不是谁把你撞倒了呀？嗯，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感觉到谁从我旁边经过了一下。哎呀，他跑得太快了，我都记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撞倒的。要是被我知道是谁把老爷爷撞倒了，还不服一把，我肯定会好好教育教育他的。哎，有啦有啦，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把老爷爷撞倒的呢？要知道的话一定要点一小心告诉我哦，这样我就把他带过来跟老爷爷赔礼道歉。